之前就有用开呢个品牌嘅精华啦，咁今次就介绍佢哋嘅面霜啦。咁呢一个面霜咧就系蓝色嘅，蓝色有咩分别呢？就系透明质酸含水量比较高啲嘅，可以抗氧化啦，防止细纹浮现啦，同埋可以不断咁样去注水，令到皮肤有一个保护膜，令到皮肤有翻晒弹性同埋滋润肌肤。咁你见我搽咗落去之后，皮肤系即刻有翻晒光泽同埋水润，而且皮肤仲可以好似卜卜咁有弹性添，咁就算咩时候用佢都唔使怕啦。